代言冈山之眼，自掏腰包无求拍摄 MV， 资深艺人张立敏挺韩国瑜也挺高雄，果然春节冈山之眼的参观人数创下历史新高。本是不同年龄群的，你说张立敏小姐，她以前是红得不得了，现在稍微年纪大一点点，但她有她很喜欢她的一群，白冰冰小姐更不用再说了，好多人喜欢她。不过为何找张立敏代言，除了她的人气外，其实中间还有段小故事。张立敏专程到高雄助选，韩国瑜团队一时出错，让她无法上台。红的太阳下山啦，咿呀嘿呀嘿。当时张立敏不在意，反而安慰工作人员，这一点让韩国瑜很感念，还立下心愿，如果顺利当选，一个月内风光迎他回高雄。果然说到做到，韩国瑜力邀张立敏代言高雄观光。记得说再见。你练了多久？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唱。你小的时候就会唱。如此有情有义的市长，却被本土乐团酸，让综艺天王吴宗宪也看不下去，回应乐团发言动机为何，强调可以祝福，但不要诅咒。对这些来帮忙的人，我们都心存感谢了。过两天还会有一个超级巨星来。巨星呢、啊？大概年纪几岁啊？比你年轻。他才25哎。下一个代言人会是谁？韩国瑜卖关子，也让市民们更期待。记者谢耀真、李玉涵高雄报道。